昨天，历时四天三夜，总航程512公里的中老缅泰第85次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圆满完成任务。此次联合巡逻执法，中老缅泰四方共派出执法船艇7艘，执法人员140余人，在老挝、班香果、孟末及金三角等重点水域，联合开展公开查缉、联合走访、禁毒宣传等活动。